我妈买一盆儿，然后我还煎了个鸡蛋，泡在里面，放了点这个叫什么马鞭笋，泡上笋的，好像叫这个。天天晚上看吃播，看人吃螺蛳，给我馋的不行。辣度是正好的，这一盆够我和我妈两个人吃了。我不太会嗦粉，秃噜粉可有食欲了，我就不会，我一秃噜就想呛。